Hello，Hello，Hello，大家好，Hello，大家好，不好意思，我今天的进来的时候网被卡住了，如果大家有看见的话，给我回个信息，谢谢。看一下。Hello，看到 OK，好，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是7月14号，也是 我7月份的唯一的一节网课啊。那么最近的安排大多都转到线上了。那么做网课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一个很好去回顾和交流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呢，我会把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包括一些想法，在网课里面比较系统的去讲出来啊，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也可以去回顾一下我们的一些历程。那么今天题目呢，我还没来得及打出来，就是 V 型的反转确立，牛市来没来？牛市来了吗？那么第二个就关于特斯拉汽车的，大家也知道，如果了解 Austin 的人应该有听过啊，我从去年就开始唱多特斯拉，那么今年的话是疯了一样涨。那么现在来讲的话，是确实是有点踏空，或者说没有进场的人是没有机会，感觉太高了。那么第二，我们应该从哪些行业里面去入手啊？第三就是指数产品大讲堂，我估计这是倒数第二堂了吧。然后再有一次就结束，然后结束以后我会把它汇整成我的一个 VIP 课程的这么一个系列，那么就是会把所有的估值产品做成一个素材交付给大家。OK，说着说着还没开始做风险提示和个人简介，那么，我个人呢是在中国和澳洲都有过金融机构从业经历的，那么我比较擅长于在服务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过程中呢，比较擅长于自己去分析和把握一些市场的机会，然后提供一些策略性的配置组合。我相信，如果关注我们的讲座和服务内容的人，应该对奥斯汀这种风格还是比较了解的。我是比较偏中长期的这么一个风格。那么在讲座开始之前呢，因为我们要涉及到具体的金融产品和一些报表啊，或者是建议了，那么这个里边呢是要做风险声明的。那在所有的金融交易里面呢，都是有风险的，并不是可以像定期存款一样保证有这个正向的回报，因此呢不是适合所有人。那么第二呢，在这样的讲座里面呢，我们的内容和观点仅是一般信息，不涉及到金融产品和建议。我个人呢也没有考虑到您的财务目标、财务状况和需求。那 Go Markets 是一家成立于1998年，提供股票、外汇、黄金、石油、指数等多种金融产品和一般咨询建议的券商公司。我们的牌照服务号码 AFSL 是254963，公司注册码是 ACN 0816640039。OK，例行公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下一章。股市的 V 型反转确立了吗？首先，我们可能想的是股市为什么和你想的不一样。我们当时有说过，疫情1.0来临了，股市暴跌。那么疫情2.0的来临的时候，股市可能再暴跌。但是市场给我们的是一个响亮的大嘴巴，结果创新高，对吧？我们想的是，那个油价创这个油价 那个创新低，结果呢，马上应该是会涨回去，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油价的需求上不来，那么，有那个石油的需求上不来，那么，需求存疑，那么油价，对吧？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也是，拿不定主意。那么第三，我们考虑说贸易战是不是要加码啊？因为今年这个，要签第二次的这个明年的合约嘛，那么到6月份的时候，6月底29号，市场放出来一个消息，说贸易协议名存实亡，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美的一些贸易数据来看呢，确实，很不乐观吧，可以说完成了合同的大概20%左右，20%多吧。那么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完成100%吗？我觉得估计是没希望了。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当时考虑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现在市场呢，却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对吧？那么香港也是，香港的事情呢，在通过了这个国安法以后啊，股市呢不仅它没有暴跌，是吧？但是呢还上涨了啊，所以我们当时的这个担忧啊，和我们在市场里面看到的真的是不一样。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或者说？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100的走势，纳斯达克100啊，听不见吗？现在还听不见吗？听不见吗？听不见啊？我看有人说听见了。哎呦，我这个可能我这个网不是太好啊，以后一定改正，赶紧的 换一个好一点的网。好。我们说回到这个 slide 里面来啊，那个纳斯达克100走势非常凌厉，是吧？可以看到，在2月17号创下9763的历史高点以后呢，在经历了疫情的这样一波打压或者是恐慌以后，又创新高，昨天晚上甚至摸到了11000。那这样的一种反转或者叫走势的话，可以看到，真的我们在经历的是什么？就是一场疯牛，对不对？啊，根本就无惧市场的这些叫做什么衰退，也无惧市场的这种这个疫情的这个爆发 这一切背后我想都有一个捉手，对吧？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的 S&P 500在我们这边呢是怎么走。我们当时在5月份和6月份的时候分别做过一个大胆的猜测。奥斯汀当时也说，那目前来讲呢，S&P 500会围绕在3000点附近做震荡整理，但是可以看到啊，S&P 500确实在做震荡整理，但是呢，它比我们预想的价格高了一点，在多少呢？我觉得应该是在3050啊，3050往上200，往下还不到200，可能也就100多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啊，舞蹈。那它是不是一种 V 型反转呢？我觉得相比纳斯达克来讲的话，它的 V 型不是那么的明确，但是可以看到非常强势，也就是不愿意再触及到像2700啊，甚至是2650这样的位置。我们当时说嘛，就说如果说会有个第二买点，那2600、2700这个位置会很香啊，会很好。但是他不给机会嘛，对吧？一直在这样的一个3050上下150点在震荡。那我们再看一下澳洲股指，澳洲股指大家可以看它的结构呢，跟 S&P 500非常相似，对吧？站上5500点以后啊，也是围绕在这个5700到6200这500点做整理。那次应该是上个星期吧，我们做过一个预测嘛，也就是说，为什么纳指涨那么高，S&P 500也这个比较接近于历史高位3390点，但是这个澳股会比较弱一些啊。一方面大家也知道，都生活在澳洲嘛，我们的这个疫情啊，澳洲的疫情现在是有一点反复，然后呢，整体来讲，我觉得澳洲的股指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偏银行和不是那么偏科技股啊，那么相对来讲偏制造啊、银行啊这些建筑啊，那么这些实际上在疫情里面还是受到影响的，所以说短期来讲的话呢，它应该属于滞涨啊。但是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是不是也能感觉到 S&P 200的一种倔强，对吧？如果说市场其实有恐慌或者说有不确定性的话，应该回踩一下，但是不给机会。包括我们上次聊过的，就是说 A 股的牛市来了吗？还能不能涨，是吧？当时我们在那个直播的节目里面有
有一起探讨过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 A 股的涨幅是在这个市场里面这段时间是非常的凌厉的，或者说大大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啊。那如果按照回报来看的话，A 股今年的这个收益表现是可以占到世界前列了，所以很奇葩啊。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七月份以后或者6月底到7月份以后啊，A 股竟然走出了一波强势的风流啊，我觉得应该是一次战略性的牛市。那么它一举冲破了15年的高点和19年的高点，并且呢，目前现在没有衰减的迹象。这个是不是V型反转呢？我觉得这已经不能叫V型反转了啊，这应该叫一个新的起点，或者说像某某机构发表的说4000点就是牛市的起点一样。那么在这个价格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是没有去计价这个衰退和相关的不利因素的。OK，我们回顾了这几个主要的市场呢，其实大家也能感觉到，就是我们当时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市场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对不对？其实，在投资里面，我也是一直在自我的反思、学习，然后总结进步，对吧？那么我们不妨回头想想，如果现在回到2020年年初，我们都不知道有疫情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叫不确定性的这种传染病一样的打击的这种事情的时候，你的投资的理念和观念是什么样的？如果能让你回到半年前，你会投什么？你会怎么买？对吧？很抱歉啊，GoToWebinar 呢这种平台呢，它不是一个可以跟你去语音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看一会儿大家可以敲一下那个文字啊。一会儿我们一起去聊一聊。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用上帝视角去回忆，或者说叫反思的时候，我觉得对自己的提高还是蛮大的。像我们之前我们聊过的黄金，对吧？我想现在再去聊黄金，我们应该对1800这个数字不再恐惧了吧，对吧？然后当时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4月份的时候，我们说现在可能是一个财富跃迁的机会。可能对你的资产的这么一个增值是可以回到5年、10年前去捡便宜的一个机会啊。现在我估计大家也不会怀疑了啊。所以说，如果给你100万，然后再给你一个能够穿越时间的智慧，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把它变成，对吧？一笔可观的收益。那么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投资的魅力啊。OK，这个图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是不是买入的合适机会？然后呢，我特意找了一个我们的这个香港电影里面的一个片段，叫"我还没上车呢"，对吧？我还没上车，那么现在是不是上车的好时机呢？我说的可能直观一点，或者说叫做血淋淋一点，其实真正的高手不会问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因为真正的高手是在12000块钱的时候看黄金，13块钱的时候买白银，对吧？100刀的时候去捡波音，包括280块的时候去买特斯拉。你们说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 Austin？有点自夸的意思啊。确实啊，市场的机会啊，它是留给一部分人的。那么很多人实际上是从众的，也就是会跟着机会出来，或者说这个一种热情，一种情绪来去操作。那么，当牛市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能挣钱，但是，当牛市结束的时候，其实这些挣钱的人也都会变成亏钱的人啊。那我们在 Go Max 投资人，我们想做的肯定不是韭菜，我们想做的是聪明的投资人，对吧？那么，大家也可以想想。对不对？现在是不是合适的机会呢？在我看来，高手呢是在别人没有发现的时候去找到机会。那么，在这个
布局好了以后呢，啊，收获这样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收获这些收益。当然，我们在市场里面去拥抱牛市，去拥抱这种上涨，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能力，啊，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能力。这个到时候我们看两只股票就懂了。那么现在呢，其实纳斯达克今天大家如果是 VIP 客户应该看到了，我今天喊了一张空单啊。实际上纳斯达克我已经做空两轮了，每次都是做空以后就跑掉，然后重新布局空。然后这次呢，实际上纳斯达克确实是一个涨得比较好的啊，涨得比较好的一个资产。那么这100只股票目前来说的，它的估值比已经超越了2000年的一个互联网泡沫，所以我说实话，我是不会在这个地方去买的。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去买，我很喜欢特斯拉，但是我不会在1800的时候去买特斯拉的股票的，对吧？我要上车，但是我不会这个躺在车轮子底下让你压我，对吧 ？OK， 我们讲一讲这个特斯拉。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听我讲特斯拉，因为我特别喜欢车呀、啊。就是我要是不干金融啊，我就肯定去卖车啊。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蛮喜欢研究汽车的啊，基本上全球的这些所有的汽车啊，什么价格区间呐、啊、卖点呐、啊发动机参数啊什么的，哎，典型的理工男啊，挺喜欢聊这些东西的。但是呢，特斯拉这个企业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现在啊，确实是有一点让人难以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把它当汽车企业来看，其实呢，它又不是一个汽车了。那么我这边写了一句话啊，就是特斯拉呀突破1000块钱也就几天前的事情啊，但是呢昨天晚上居然涨到了1794.99块，对吧？我们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呢176.99块，也就是说一年10倍，3月份的时候呢350块钱，现在呢，对吧，4个月6倍，说明什么？如果是一个汽车企业的话，它能这么涨吗？对不对？大家要想一想，如果说我们用惯性的思维，或者是看不懂这个投资品的话，我们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力，也不敢去拥抱这个泡沫的。我说的是用两个角度来听啊，这个话。我刚才说的是，拥抱泡沫是一种能力，当然，这个我们要能看懂它也是一种能力。那现在来说的话，特斯拉的这种走势，这种盈利背后折射和反映出的，已经不是把它定义为一个汽车企业了。汽车企业能挣什么钱，对不对？不就是卖个车保养一下配件一下？那电动车还没有那么多保养配件，因为它结构更简单，对吧？然后无非就是一个电池的问题。那背后实际上是特斯拉的一个叫什么定价机制在变化。上次我在节目中聊过啊，我说特斯拉实际上背后它代表了一种新的一种新的资产。大家都知道我们现代人买房啊，因为什么？因为房是一种资产，对不对？我们不住这个房，但是我们可以投资这个房，让别人住，别人给我们那个支付这个租金，对不对？但是特斯拉呢，特斯拉改变的就是以后其实不需要出租车了，对不对？像滴滴和 Uber 这些公司也不需要雇人了，只需要拥有一辆这样能自动驾驶的车就好。那么有自动驾驶能力的特斯拉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可以租赁和转移的资产。也就是说，我邻居老王 Jacky 是吧，老王 Jacky 说我要出去买菜，我没车，奥斯汀说哎，开我车去，老王说我喝完酒了，然后刚喝茅台开不了了怎么办，我说没事，我这有自动驾驶，对吧，你去吧，那个一来一回多少钱你算给我，是吧？ Jacky 说不行，我给你推荐个股票吧，做空 APD，对吧，包你赚，那个我就用一下而已啊。反正怎么说呢，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吧，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个出行方式变成一种生意，或者说变成一个现金流。那么特斯拉它未来就变成一种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想一下是不是很有想象空间。那这种想象空间也就是它未来能够去重新定义汽车，就像当年苹果说重新定义手机一样，是不是很有趣？是好东西啊，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值不值得去买，在这个价格，哎呀，咱也不敢说呀，对吧？因为牛市的时候说
什么牛市的时候看空很容易被打脸的，并且那些没赚到钱的还会回来编你的诗，说哎呀就是因为你啊，呵呵，没有让我赚到最后那50块钱，是吧？所以我也不说那么极端嘛。那么特斯拉呢，在这样一种强者恒强的格局下面，确实展现了出他今年最牛的一个风采。他本身他的老板，包括他代表的这种美式精神，我觉得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么呢，这个图呢，我看了一下，就是说当年在中国也做这种电动车新能源的一个造势运动啊，当时有这么多品牌啊，这个图我是在网上截的，我当时看完呢，是别人分享的，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挺震撼的，因为中国电动车当时为了有好大快上嘛，就大补贴嘛，很多品牌都来了。这个 FF 大家知道吗？第二排最右边 FF 贾跃亭的，对不对？我们乐视网老板的。那么这么多汽车都在市场里面，当时就说啊，自己是未来出行解决方案。现在还剩下多少呢？其实现在就剩下两个，一个叫做特斯拉，另外叫做其他。可以说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叫特斯拉，另外一个叫其他。其他就是像做得好一点的啊，可能有小鹏啊、蔚来啊、车和家啊，这个是我知道的，因为蔚来已经上市了啊。小鹏，这个我不评价啊。啊，车和家是理想做的，我觉得还不错。它是用这个汽油机作为可续航的一个方式，然后用电机纯驱动啊，也不错。价格来讲的话，也是跟 Model 3差不多啊，并且它是 SUV 的这种解决方案，我觉得。有一点竞争力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澳洲，我怎么能参与到这个机会？因为你说在中国，特斯拉概念股也涨得很好，那么他们有什么？他们无非就是集成电路，是吧？汽车玻璃内装啊，然后还有像这个芯片啊，像芯片应该属于集成电路，那么。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电机是吧？铜，然后锂电池是吧？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中国有很大的这种供应链集成商都可以去完成的，所以说在整个链条上啊，这种概念股都会获得利好。但是澳洲有吗？澳洲真的找不出来，真的找不出来。我看了一下，可能值得关注的也就是锂矿和充电桩的概念了。那锂矿呢？我没写上去啊，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我们公司好像做过这样的股评，三大公司嘛，一个 ORE， 一个 PLS， 一个 GXY， 锂矿。但是今年其实也不太好啊，涨得也不太好。第二就是充电桩在澳洲没有太有规模，并且我之前看过一个报告，就是说在电动车这一波改变出行方式的情况下，其实澳洲应该会走的比较滞后。大家想想为什么会比较滞后？因为我觉得地太大，对吧？人又稀少，然后呢，如果要解决这种充电的问题的话，其实成本太高，其实还不如开汽油车。那么澳洲如果想搭这个车的话，我觉得无非就是锂矿和充电桩的概念。现在你找到像光伏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利好。那这块呢，我觉得今天我就不做特别多的展开，因为我想把它做成一个这个可能到时候要和墨尔本的同事一起去聊一聊吧。我觉得以他们的研究能力和我这边的一些想法吧，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课题出来啊，就是特斯拉的那个澳洲概念股啊，我觉得可以搞一个这样的叫什么呢，叫做我们的自选股出来，或者是叫做股票的股票的一个叫什么呢，就像基金一样嘛，或者说这种类似吧，就是一揽子股票啊，你可以买这些股票，就相当于买了特斯拉的这样一个概念啊，也会受到利好啊。毕竟啊，这是未来5到10年比较大的一个真的是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也比较明确。那么特斯拉的问题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浅尝辄止哈啊，
主要是讲了一下它商业模式的一个可想象的空间，以及呢，目前市场下面它是强者恒强的一个电动车代名词，其他的呢就叫其他电动车叫其他。第三呢就是，因为之前我很喜欢车嘛，会推荐这个公司，然后它今年涨得这么好，到现在很多人就想上车，尤其是90后和00后，他们知道这个东西的意义啊，可能他们比较喜欢电子产品的原因，那么非常想上车，但是这个价格说实话，很难受，那我们就等一等呗，或者说有钱的话，对吧，就闭着眼睛买，无所谓。OK， 我们来看一下恒指，因为为什么说恒指，因为其实也是感触挺深的，因为从5月底6月初的时候，当时我做了一波这个恒指的一个叫什么推荐吧，或者说叫做看好，所以说包括在朋友圈，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啊，我都写过文章，希望大家对港股要自己的判断力啊，市场会奖励你的布局，当时应该是在22,000到23,000之间吧，那么现在大家应该知道恒指应该是在26,000左右，对吧？26,000左右，然后这两天可能有一个小的调整啊，有个小的调整，7月6号的时候涨到26,700点啊，今天可能有一个调整，那么我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产品，有好的机会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的客户群去发送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那本身来讲，我觉得康康五零来说的话呢，康康五零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容易去判断的一个产品吧，因为你要下跌的时候它比较着急，它一般都是急急忙忙的就跌了，但是它涨的时候比别人慢一点，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反过头来去看一下康康五零有没有涨啊，可以抓一小波。那么关于接下来涨还是不涨，追还是不追呢？我个人当然有我的判断，然后我也想给这个 Jackie 和 Allen 他们做广告，因为他们明天要讲 A 股要不要再起飞，要不要追，是吧？我呢只能隔空打电话了。那现在我也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啊，反正我是代表我自己嘛，对不对？我觉得呢，我不知道 Jackie 和 Anne 哪个是看涨了啊，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追啊，可以追，但是呢，一定要有比较好的操作能力，因为市场是这样的，市场在这样的一波上涨里面可以看到的是很强的资金意志，就是我们知道好像东西很多东西从基本面上想不通了，那你就不要去想，拥抱它，对吧？短期内不要去想太多，拥抱它。所以说这个拥抱的过程就需要你有很强的操作技巧啊，你要去在这个波动里面，或者说这种市场的那种厮杀里面去找到属于你这个相对的确定性啊。那么我觉得啊可以追，但是呢要做好资金管理和比较稳妥的一个止损，这样呢这个机会还是不错的，真的还是不错的。毕竟啊这个现在怎么讲，我觉得这一波的 A 股的上涨可能代表了背后的意志啊，或者说资金的意志啊，跟以前的格局不一样了。反正我们现在是在YouTube 上做节目吧，对吧？我也多说两句。一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因为资产呢、不像15年的时候，你的钱你可以出来了，现在那钱你出来我看看，大额存款都被你监控了，你出不来啊，对吧？今年印了这么多钱，天文数字的钱，我们随便查查什么降准的数量、降息的，然后释放的基建的，对吧？包括还有什么财政手段的啊，这种新国债的这种100万亿吧，对吧？这么多钱去哪里了？去猪肉也没那么多猪啊，对不对？所以说总得有个地方，想来想去啊，觉得可能这就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那么这个不得已的选择，对于有一定的操作能力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叫什么发红包的机会。我之前写了一个段子，我说现在
还要什么去这个按摩保健呢？对吧？按摩保健院都不按摩了，直接把那个股票的市场那个图往那一挂，大家一看，耶，什么病都没了，股票一涨是吧？哪还有痛啊？哪还有病啊？难道不香吗？天天是吧，赚个几十万，不香吗？什么病都没了，不需要按摩了。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股啊。OK，我们再聊下一个话题啊，做一个近期的机会分享吧。我觉得，之前我也其实也是把我们之前做的几个事情做一个回顾，准备的可能有点匆忙，没有太多啊。3050当时我们都有看多的啊，都有看多，然后现在来说的话，还是回报不错啊。五月份的时候，这个杭康505月底5月25嘛，然后六月对吧？六月涨了一个月，那7月初又一个涨，啊，这个都不错。APT 我当时我做空来的。做空是在我是在是30几块钱哦，在40块钱，40到40，大家可以看这个箭头嘛，就是我做空的两个红色的箭头，然后盈利平掉一单，然后后来又止损一单，反正整体来说是亏了，这个策略没有赚到钱，这个怎么讲，这个还是年轻气盛的，觉得是吧？看不顺眼，他哪有这么玩的？是不是？从40块钱跌到7块，跌到8块，然后再拉上去，拉到80块，那不带这么割韭菜的，是不是？当时就觉得应该恶意做空一下啊，但是没想到还给他做广告了，又涨上去了。这个是一个失败案例啊。但是APT 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想听听 APT，其实再好的东西啊。它贵了，我觉得就不香了，不好了，或者说，不是真正你赚的那个钱，你要赚钱的话，或者说你会赚这个钱的话，我觉得应该在哪怕20块钱的时候你去买，对吧？像在我们这个19年和18年的时候，我们就推荐过，Jacky 当时推荐过，我们当时也做，我觉得那个价格吧还可以。你说现在直接要冲上100，这个什么？这背后有什么故事，什么利好？我还真的不觉得啊。那有人说是因为腾讯看中了他的牌照啊，那他的牌照值钱吗？你觉得在澳大利亚2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对吧？还有银行，还有各种 Mastercard 的、Visa Card 的盯着，觉得没什么值钱的。数据也还一般。其实我觉得他看中的是美国市场。要腾讯想介入美国市场很难的，就跟某某一样啊。那么他可能需要一个白手套，或者说需要一个分身吧。那么我觉得可能 APT 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但是如果这个棋如果是真的在走的话，那也不是暗招了，对吧？那也是明牌打了。那接下来可能也有变数，所以说大家反正小心一点吧。如果说财力雄厚的话，可以看着腾讯的股票做空它。第二呢，我觉得就是最近很火热的就是茅台。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是吧？开车喝酒玩股票对吧？喝酒的话呢，中国喝茅台，澳洲喝什么？澳洲不就喝奔富吗？澳洲奔富就是 TWE。TWE 呢很惨，大家可以看红色的这个是吧？从去年跌下来。从今年跌下来就一直在这个区间里面整理啊整理啊再整理就是不敢往上走。但是大家如果看看茅台的股票，应该知道啊，现在是宇宙第一高的这个叫什么？白酒股，或者说叫做饮料股，或者说叫做酒精股啊，反正只要是这个方面的，它绝对是 number one。差别挺大的，差别挺大的，就我觉得还是因为背后逻辑不一样嘛。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如果说买投资是买增长，买投资是买潜力的话，我觉得，我宁愿去再配一点 TWE，我也不愿意在1700多块钱去接茅台了，即使它是港产，即使它是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有投资属性和货币功能在它里面，那么，我觉得是。我是这么看待的，
大家反正可以关注一下。我既然说了这个 TLB 说了很久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CCL 已经喊了三次了啊。CCL 这个股票现在走的很简单，它就在一个相对的区间里面，就是震荡，基本上在低位的时候呢，我就提示买一下，然后到目标位大家就卖一下就可以了。属于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吧，波段型操作。在这儿呢也发一个福利吧，最近呢，刚刚7月6号发布的一个BlackRock 的一个市场预测，那么他讲到了最近对于股票市场的一个研判啊，那么如果说想要完整报告是可以去找小助手要，那么我这也给小助手拉一点热度啊，那么大家可以加小助手的微信，回头呢去拿这个完整的报告。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股票市场里面，他们认为呢美股呢是高估了，对吧？那欧元区股票呢？低估了，对吧？日本呢也相对低估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 emerging 的这个 markets，还有一个 Asian 其他的啊，这两个他都觉得有点高估了。OK，我看看现在还有多久，还有15分钟。OK，讲两个股指，然后跟大家做个互动。今天主要是讲罗素指数2000，还有一个斯托克50啊，股指的优势呢，我就简单过一下啊，就交易时间长，可以做对冲，然后呢，保证金要求少，对吧？还有就是它是一揽子股票，相对来讲呢，连续性好，不会有这种跳空。那么今天特意再强调一下 A50，因为大家可能明天用得上啊。那么 A50 呢是唯一跟踪中国股市的境外期货，唯一啊，这个找不到第二个。那么第二呢，就是它是50家中国最大的公司的一个指数，并且呢，从它的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它还是偏金融的，地产和金融是偏权重是比较高的。那么它是 T 加零的，就是说可以随时买卖，然后有20个小时的交易时间，非常方便我们跨区啊、跨时间去交易它。那斯托克五十呢是什么呢？斯托克五十是在1998年啊这个修订的，当时的基准指数是1000点，1991年呢是1991年的基准日期为1991年的12月31号，并定于。每年的9月啊，修订一次。这右边呢，我把它所有的成分股呢都放进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基本都是我们所熟知的欧洲的这些巨头、旗舰、蓝筹，对吧？全都是欧洲最强有力的公司的代表。像随便说两个吧，从底下往上说，飞利浦大家都知道吧，对吧？阿迪达斯，对不对？道达尔、路易威登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身边都可以接触到的一些品牌。这个呢指数呢被反映欧元区这个大型上市公司的整体的一个情况的指数。它是以加权的方式呢，50只成分股的浮动市值来计算，同时规定了这个任意一只成分股的权重上限为10%。为10%，那么超越10%的指数里面，我记得有一个挺奇葩的，就是 GP25 里面的优衣库啊，它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它涵盖的行业呢，也基本上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我们交易 Stock 50的客户不是特别多啊，不是特别多，那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不是太偏向于欧洲的这个市场的原因啊。那么可能是也可能是我们华人区的客户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是交易上次我们讲的那个 DAX30 的比较多，DAX30 也是德国的那个指数嘛，对吧？基本上也都在这个里面。左边呢是这个指数的一个描述啊，它的合约值，它
每一个合约是一个 contract， 那么按照它的报价来讲的话，就是3293欧元一个合约啊，最大标这个最大交易单位是250个合约，最小是0.1个合约啊。那么交易时间的话也是基本上一天会有20个小时以上啊的交易时间，大家可以具体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整体来感觉的话，就是说这个每一个点就代表了一个欧元，所以合约值不是很大啊。然后就讲罗素两千呢，简单的理解就是美国创业板就是美国的前三家公司里面的后2000家啊，就是市值里面排在后2000的这家公司，这些公司叫做罗素，就会入选到这个罗素两千 US 2000的指数里面去。然后呢，根据2017年的这个数据显示啊，它比较偏向于金融和信息技术，金融和信息技术啊，然后其次是医疗，其实医疗，所以说大家一看，哎，好像这不是最近比较火的是吧？是的，是今年这几年啊，这个美国的股票涨得比较好的，其实就这几个板块，医疗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信息啊、金融啊，就这几个板块还不错。好，后面有说到啊，说美国的金融、信息、生物科技、医疗行业成为了增长的亮点，持续性的出现了爆发增长，这正好又是罗素两千指数的重要的权重板块啊。我知道，其实很多人会交易这个指数的啊，这个指数，这后面我就不说了，大家看一下吧。然后右边我觉得有点像，他说美国中小企业乐观指数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和我们的 US 两千有点像，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是 US 两千的一个合约的一个情况，那么它是每一个合约是10个 contract sets， 那么按照现在报价是1416的话，那么就是14160美元啊，美元，所以相对来讲比那个合约值要大不少。那么大家要交易的时候要算一下自己的资金情况啊，不要过度这个持仓，那么波动的时候会有这个一个引起不必要的损失。那么它是最大交易单位是50手，最小交易单位是0.1手，所以还是比较人性化。0.1手代表它每一次交易可以交易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按时合成澳币的话也就2000多一点啊，所以说如果您的账户在2万块钱左右的话呢，您可以交易大概1手吧，就是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杠杆的。OK， 今天的内容呢基本上就到这里了，如果想索取相关的一些信息呢，可以加我们的小助手小助手的微信号在下面，然后我现在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相应的信息啊？哎，怎么把这个搞出来？好，那这边啊，10分钟，哎，正好跟大家聊一聊。Hello，Hello，Hello，啊，好多人跟我说Hello 啊，有一个人说。康康五零买涨吗？还在不在？康康五零是不是要买涨？康康五零买涨呢，是在5月底和6月初的时候就提出来的一个想法啊，并且呢，我们也有不少客户都有咨询过这个问题。那么确实当时是我认为是比较便宜的啊，因为它已经跌破它的市净率了啊，跌破市净率当时的价格。但是你要说现在要不要买呢？那么现在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比较关注25500和24500中间这个区间啊，具体的点位呢我需要看图。WS30 走得很纠结， Austin 老师怎么看？WS30 其实我觉得走得
跟 SP 500啊，还 SK 200啊，都一样，其实结构都很相似。大家想想是不是在25,500点上下啊，上下走，可能有时候涨一点，有时候跌一点。然后最近呢，强势一点呢，可能在26,000点上下啊，26,000点上下往上有大概，因为道琼斯的这个基数大嘛，那么可能会涨到27,500的区间，然后往下呢又可能回到25,000。24,900啊8这样的区间，所以说围绕着26,000点在做整理啊。至于它什么时候能走出去这个区间，我不是很去叫什么在乎。所以说它走的纠结，就是因为它要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叫什么去整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如果它也长得像道琼斯指数一样，那可不得了了。澳美怎么样？是男士还是女士？我也不敢叫啊。澳美怎么样？我先打开我的手机看一下啊。我在问我澳美的这个情况，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美元怎么样？大家觉得美元是走强还是走坏？其实大家如果对美元的想法比较有观点的话，那么对于澳美其实也会比较有观点啊。首先来讲的话，我之前我也强调过一点，我认为啊，经济的复苏啊需要弱势的美元，经济的复苏需要弱势的美元，因为美元是全球货币的总水龙头，如果美元收紧，代表整个流动性都会收紧，那么经济的复苏就会受到压制，对吧？那么他很想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把这种恐慌或者说这种衰退给冲刷过去，或者说跳跃过去，那么他就需要有比较宽松的一个财政政策，或者是叫的一个货币政策。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美元整体来说应该是偏弱势的，对吧？如果说美元偏弱势，那么大家想想澳元应该会怎么样？除非美联储态度改变，说我不放水了，我不玩了，对吧？我这个最近我这个手头有点紧，不硬了，油墨不够了，对吧？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有不改变。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澳币可能大家能看到0.66以下的机会不多啊，短期。大家能不能提一点这个？纳斯达克现在看空吗？纳斯达克周洋说，纳斯达克现在看空吗？我觉得纳斯达克对我来说啊，我是比较激进的，我是因为我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操作吧，那么我是做空的，我做空了以后呢，但是我会知道在哪个地方有压力啊，或者说获利了结会比较好，但是我不敢看熊，你明白吗？我不敢说啊，纳斯达克从这开始就会开始往下狂跌。现在我不敢这么说，因为大多手在后面呢，Fed 看着我呢，对不对？Fed 说我谁敢动工？我明天我再买他1,000亿，是吧？我不死掉了吗？所以我愿意做空的原因是因为我会去追涨的这个地方。S 哥看好什么时候能突破前高？你说的前高是哪一个前高？是上个月的前高还是2月份的前高？你是基本面、技术面还是程序分析啊？邯郸的股票是不是要一般值多长时间目标价？我是偏基本面，我是偏基本面。然后 CCL 呢，因为它背后不是对标的是可口可乐嘛。昨天大家要是看到百事可乐的财报的话，可以发现其实卖甜水的这段时间还活得还不错哈。卖甜水的业绩居然对吧超预期，那可能。大家没事儿干，在家里面还是吧，偷偷喝点呗，找点乐子。所以 CCL 呢，我觉得长期来说的话呢，它的估值或者说它的业绩是会有一定支撑的。那么跌得太凶的话，并不是，怎么说，并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大家要知道，现在都是放水经济嘛，对吧？这个大水流嘛，放水疗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拥抱它。有一个叫 David 同的人在问什么买股指啊？买股指在 Go Mas 开户就可以买股指啊？
不太清楚，听不清楚，听不到。我的天呐，这么多人听不到。这看来给大家抱歉了，那只能够到时候去听一下这个录像了。他说，有一个人问说，上礼拜有利空消息，准备拆分，盈利不确定，为什么还值得投资呢？啊，这个同学问的很好。如果说有利空消息，又要拆分，又不盈利，那为什么不跌呢？为什么不创新低呢？对吧？那市场那些人应该都跑掉啊，你说我说的对吗？那为什么它不跌了呢？我觉得呢，因为它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可能不喜欢喝酒的人不知道啊，我比较喜欢喝酒啊，我基本上各种酒我都喝过。那么我觉得 TWB 它有魅力的东西就在这儿，它如果说啊，我给你一笔钱，我给你100亿，我说你给我做一个奔赴出来，你做得出来吗？你做不出来，但是你可能可以做出来一个小米，或者说你做出来一个电动车，但是你做不出来红酒，因为红酒它是需要时间的嘛，时间这个东西，我的树已经栽了100年了，你说你现在在栽这个树，你还得等100年，对不对？你才能结到这个品质的葡萄，你才能够有这样的醇酒，你才能够去酿出这样的酒，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价值，再加上我还有品牌，对不对？反正各种因素吧，我觉得酒这个行业跟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大家反向去想，酒这个行业在中国市场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能创出历史新高，并且这个把权重都能顶到天上去，我说的不是，这个股指都能顶到天上去，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很强的抗周期性啊。所以我觉得 TWB 大家可以是吧观察一下观察一下。一个叫马包 L 啊 ，OK， 为什么这两天跌了？那我要问你，为什么这两天涨那么快呢？对不对？其实怎么讲呢？现在的市场的矛盾呢，很明显，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人民渴望暴富的心态和监管层想要慢慢变富的需求，监管需求的一种矛盾啊。再说一遍，就是普通劳动人民希望一夜暴富的需求和监管层希望这个慢牛的一个矛盾。所以说涨得多了休息一下很正常，不要想那么多。好，现在9点时间啊，我们下课，感谢大家的到来，感谢大家的参与，希望多多支持我们啊，给我们点赞，更多好玩的好有趣的会给大家分享。好，谢谢大家啊。